我叫北宁，我是金山县金门乡，比较从容。今年这个54岁了，从10年嘛，这个想党委政府嘛，多次就是要求这个在外成功人士返乡，这个回家代理这个群众脱贫致富。 一年嘛，下来就是个4万到5万块钱，这个生意还好着嘞，这个而且嘛还能照顾上家里，比这个打工比吃外面打工还好。像从原来，我从这个贫困县下就是一个贫困县之一嘛，贫困发生的百分之这个57.2%嘛，现在是19年年底。 19年年底，下生以后2%，我19年年底都给脱贫了嘛。这个现在我从正式脱贫，这个人现在都正式过上了，这个小康日子了。就是这几年我，就感觉我觉得我也非常自信，我也不后悔说是回来，也非常高兴。这个，我觉得说实话，觉得自己。 就是有成就感了，这个。在独栏河村修店、燃料加工厂，既方便了老百姓的外出务工，也增加了老百姓的家庭经济收入。 同时也壮大了村级经济。这个厂就在我们村里面，我每个月可以拿到差不多3000块钱左右，然后也可以那个帮家里减轻负担，然后同时还可以照顾老人和小孩，也不用到外面打工呗。 现在看农家楼那个老公也可以在家帮忙，儿子也帮忙，媳妇也齐进来了，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，就像过年一样的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从金陵扶贫工作以来，18洞村从一个贫困的小山村，走到现在脱贫示范村。说明，只要方法对，措施准，脱贫攻坚就能有成效。